冰砖打成刨冰，四周填满各式配料，淋上炼乳后加上芋泥，消暑圣品大功告成。或是来杯丰富口感的手摇杯，从嘴里凉到全身。冰品冷饮店不断推新花样，把港式甜品结合芋头，抢酷暑商机。杨枝甘露是在说，可能是天上的菩萨，他那一罐杨枝。对对，然后觉得它这个味道是非常特别，像那天上人间的那个那一瓶甘露一样。我们是把我们台式的芋泥，然后还有这个港式的杨枝甘露去做一个结合，才会变成是我们的杨枝芋露。其实杨枝甘露我觉得它的层次味道层次没有那么丰富，那反而杨枝芋露它有那个芋泥口感加进去之后，会比较稍微比较柔软一点。经典黄橙橙外观以葡萄用芒果与西米露调制而成，口感香甜的经典港饮源自香港丽苑酒家，问世超过30年，早已从香港红到台湾。网络温度计调查，去年10款话题饮品，它就占了2个名次。不只是冰品业，连锁超商也复刻港式包装赶流行。主要是看好就是杨枝甘露这个商品在今年非常的夯哦，市场上面也大概有10几支的商品推出。那我们呢也把杨枝甘露变成是酷冰沙的方式，让消费者能够尝鲜。挤一挤，压一压，加上冰淇淋也算变形吃法。全台零售通路冰品市场一年规模约50亿元，港式甜品抢变形商机，不缺席今夏的消暑大战。三立新闻郑宏报道。